热血新媒体，我是安妮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片料市场，翡翠原料市场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翡翠原料市场啊，这里是一个标场，就是投标的人在这里要投标买石头。我们看一下它一小份一小份的。看看这个毛料市场有多大，这才是一小间，人还有这么七八间。这是一大箱一大箱，一大份一大份，这么一份就是一大箱，就是投标投来的。这里有个楼梯，从那个楼梯上去，楼上还有一层。投标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这个石头要装在这个箱子里，一箱一箱，一箱是多少钱，就是为一份，一份一份偷来的，一份一份投标投来的，不是偷来的。这个毛料片料就是这样子的。能做什么他都已经给你画好了，就是大致的规划一下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爱你们，咱们下次见，谢谢。